小帅哥，你今天还是菜儿吗？除了菜儿，还能干其他啥吗？咱们这边只有菜儿。那就菜儿吧。好，先给你检查到啊。好。你年纪小小的，你还想干啥呢？你耳朵还挺干净的，就是上面有一点点耳屁，一会给你清理干净啊。好。一会儿是的，好久没偷了，就是不多，反正理由但是不多。
很烫，是 TRB 的那种。都不合适，你继续跟我讲啊。哦。皮给你清洁干净了啊，给你清洗一下。这温度可以不？可以。好。
好啦，小帅哥。好。